应该能看出来我是一个东北人，对吧？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壮汉。笑吧，习惯了。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发现同学都比我高，那个时候我特别着急，但是我爸就安慰我，儿子，有人先长，有人后长，你肯定遗传爸爸了，那我不用着急了，你当然不用急了，咱们家先长，你都到头了，你还急什么？后来我追一个女孩，我跟她表白，我说我喜欢你，你就是我要找的白雪公主。她深情地看着我，王冕，你还是踏踏实实的找你的六个小同伴吧。所以说，面对这种生活，我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参加篮球比赛，脑袋总磕人家膝盖，班里的位置总是前两排，不是没有想过，可能是我缺钙。我说因为遗传，我爸他还想抵赖。昨天晚上彩排，王冕呢？导演我在，多补补钙，多吃蔬菜，成长快乐我吃起来，脑白金我一盒盒的开，多补补钙，多吃蔬菜。为什么总追高个女孩？不为别的，为了下一代。上学的时候天天大扫除，大扫除特别烦，你知道吧？老师给我们分配任务，大壮，你那个抬水啊，大个儿，你扫地。王冕，你跟你同桌擦灯管。老师，我俩这个不太，摞一块擦。虽然曾经有过对身高的无奈，合影站成一排，我都偷偷踮起脚来，挡着我的女孩，起开。萝卜白菜各有所爱，1.8米的 Rock 他没我帅，1.7米的王冕他挺可爱，不栽不盖，来矮的站起来。矮的都没来，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增高些点儿，从今以后拜拜。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王冕。大家好，我是 CY， 我们是东东组合。因为我来自东北，我来自广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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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高二三班的一个早上，班里转来了一个姑娘，哇，她好好看哦，眼睛好大，比我还大。一直都盯着你的方向，盯到我心里小鹿乱撞。你站在你妈的身边不敢说话，而你妈是我的丈母娘。是我的丈母娘，不是，是我的。我起码还会弹吉他，你会啥？我打听过了，他一定会喜欢我的。为什么呀？我听说他喜欢小动物。所以呢？正好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那我也喜欢小动物。有吗？
我经常用它们煲养生汤。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我真的做了很多事。我也是。可是你看不到我，你也看不到我。我把 QQ 昵称改成你的名字，签名也改成你最爱的歌词，我把 QQ 秀设计成你的样子，于是你注意到了我，还举报我是冒充你的骗子。所以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那天放学你路过操场，我想大力射门吸引你的目光，就算门将也无法阻挡，球砸到你脑震荡。当当当，希望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听说你喜欢上一个男生，我还照着他的样子把头烫，可是你心里却只有他。谁啊？郭德纲的搭档。所以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那天放学你又路过操场，我想百米冲刺吸引你的目光，我没有失误你也没有受伤，只是我跑得太快了，快到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站在毕业典礼的礼堂，明天过后就要天各一方，我决定今天一定要向你表白，可你的位置却空荡荡。哎，小芳呢？你不知道吗？她进医院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复发脑震荡。你看不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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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我。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你还那么漂亮，你已经成为了新娘，可我们都不是新郎。酒喝多了你靠过来悄悄地对我讲，你说其实那些年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偷偷放在我抽屉的千纸鹤我还留着，每天上课你会悄悄在我桌上放一杯奶茶，我还记得你当时有个外号叫水手，对吧？有时候我经常在想，如果当时你能主动一点过来跟我表白的话，算了，都过去了。小芳，等一下，有句话我一定要对你讲。那都不是我，你说的也不是我，你根本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不到我。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收工了，我也是。甚至买好了回老家的动车，节目组说慢着，你还有一个活儿，节目收尾再写一首歌。连续创作三个月我受够了，熬夜写稿熬得我都快吐了。艺术加工嘛，夸张一下，夸张一下。写完又被淘汰，我真的累了，生活里的素材全都掏空了。我觉得咱们俩得为下一期节目开始做准备了。对的，我要丰富一下我们的生活，积累一下素材才能写段子，对吧？你有什么计划呢？所以我决定明天去小辉的车间上班，但忽然去医院只只小船，跟着庞博逛逛动物园，去上卡姆台的表演班。大家都学会了吗？上面锤啊，锤就没锤，对锤，对，哎对。我还要学习播扬，见到人就大喊，我是真的真的很不错，和思伦回家陪程璐吃软饭，文文见过
怎么讨好老板才能每期都讲谐音梗还不丢饭碗。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有几个很重要的名字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但其实每一期呢他们都陪在我们身边支持我们，所以在这里要跟他们说一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村长酒重新定义了年轻，湖水的罂粟透明质酸小白瓶，刷牙就用高露洁360，蓝和绵羊奶粉好贴心，宝宝去火小葵花露再来一瓶，东风风神一炫汽车智能有型，什么下一季再继续合作行不行？行，最后还有些话想说给大家听。我知道生活和你总在互相拉扯，就放肆笑吧，承担了苦涩，那些烦恼你以为过不去的其实都能一笑而过。谢谢你的笑声从不吝啬，听我诉说着喜怒哀乐，冠军应该是 CY 和我，可惜画面定格在此刻，下一期再见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大家好，大家好，我王冕。然后这一年呢一直在努力的让自己音乐变得更专业，往音乐圈靠。我就发现那些专业的歌手啊，他们在唱歌之前啊不会直接 Q 歌名，而会说很长一段话然后把名字放在最后。就比如说之前看五月天的演唱会阿信就说他说我知道很多人在工作以后逐渐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撞得头破血流，但我希望无论你在哪你在做什么都可以保留心中那最后一份倔强。全场哇太少了，所以今天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cue 我的歌名，把名字放在最后。你这一生会碰到很多人，也会爱很多人，但只有一个是你的最爱，只有那个女孩啊你才想跟她走完一生，她就是我爱的女孩。但后来她妈不同意，过了，收一下我爱的女孩送给各位，谢谢谢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可能谈过很多段恋爱，然后发现你喜欢的都是同一个类型。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我怎么想也想不通，为什么每段经历都如此的相同。我爱的每个女生她都有老公，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工作，你说她外面的女人很多，她经常把你冷落也不关注你微博。不，老公谁啊？你说我的老公就是王一博。王一博跟我差距那不都姓王吗？你了解他的所有行踪，截图他的一举一动，你反复刷着他的每段吻戏，激动地问候女主的祖宗。你说她有你最爱的笑容，你说她破音都让你心动。你说你一生挚爱就是王一博，
还有肖战、李现、邓伦、王思聪。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我怎么想也想不通。这次我喜欢的女孩，她说她没有老公，她说但是我有个儿子，她的儿子吴磊刚读完高中。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奔波，你说她外面的妈妈很多，你说你从不吃醋，你儿子还有三个，为了安全我就不 Q 名了。他们是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你陪着他们度过懵懂，你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你说你看着他们逐渐成熟很感动。儿子，你可终于长大了，以后你就是我老公。你总说他真的很优秀，你会一直陪在他的左右，你发誓你会不离不弃一生守候，直到他公布恋情上了热搜。你为他控评，为他战斗，谁都不能批评你的爱豆，你从来不怕出头攻击其他网友，反正结果都是他来承受，他代言被撤一夜两透，男的们是被谁搞臭？可能是被你搞臭。没想到真的会有奇迹，遇到了不追星的你，你是我喜欢的女孩，我为你着了迷。我好想娶你回家做我的老婆，你说好不好呀？心缘结衣。好，谢谢。到主题赛了是吧？保持联系，保持距离，听起来就很像是我跟这帮同事之间的关系啊。就这帮演员，你说熟悉吗？好像也没那么熟悉。就哪怕我已经工作三年了，前两天因为出差 ，Rock 跟我说：“哎，王冕，帮我把机票一起订了。”我说：“行，没问题。”Rock， 你叫啥？Rock， 你叫啥？我从来没见他讲过。所以我生活中真的很害怕与那些不熟的同事独处，因为根本没话说。就我们公司啊，效果文化在25楼，就两个人坐电梯。你能跟他说的话，最多撑到2楼半。哎，来了，哎，来了，3楼，4楼，我先下了。所以我相信你们肯定跟我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为了回避这种尴尬，你碰到这种同事，你就会主动绕开走。今天这首歌，讲的就是你和他的关系。有的时候你为了躲开他，你变得神经兮兮。他下班站了半个小时等他的车来，淋着雨一动不动原地等待，终于他上车离开便利店的门外，你才敢从便利店里面出来。今天你们在公司聊了个痛快，一见面嗨嗨拜拜，今天对他嗨了6次让你非常不嗨，你好庆幸他刚才没有进来避雨呀，因为他也看到里面有你在。这就是你们的关系，总是相互回避，没有共同话题。昨天上班他走进你那部电梯，你赶紧掏出没有信号的手机。唯一一次你们相处没有压力，是上次拼车回家，全程10几公里，你总会想起那段开心的回忆，
因为他一上车就睡了过去。他也很开心，我演成这样他都能信。你很怕上厕所和他相遇，因为迎面走来总得寒暄几句，偏偏每次你翻来覆去只会问出那个明知故问的问题。嘿，老王，上厕所啊。嘿，张哥，你上厕所啊。Yo David WC 啊，你上厕所吗？你上厕所吗？赶上高峰期了，出来有点早了。你上厕所吗？还得问几遍呢、啊、怎么排队的人那么多？原来是我走错厕所了。有时候你上完厕所正准备离开，突然他打着电话走了进来，40分钟之后终于听到他说拜拜，你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你总是尽可能回避和他的交谈，偏偏回家坐地铁赶上同一班。那天你绞尽脑汁和他聊了5站，哎，我到家了，下了，走了。等他离开回头再等下一班。这就是你和同事的关系，如果谁离了职还是会发条消息，说出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那句，以后没事一定和你常联系。本来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直这样继续陌生下去，偏偏昨天却发生奇迹，你们变得亲密，有了共同话题。就因为你发了条朋友圈，却一不小心忘了把它屏蔽，突然他给你发了消息说他特别赞同你，你们就变成了好朋友。就因为你发了那条，我老板脑子真的有问题。好，谢谢。嗨，大家好，我是王冕。你好你好。我最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就我比较理解建国，我也特别喜欢逃避。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真的想做这件事儿，而是因为我想逃避另外一件我不想做的事儿。我这一生都是这么过的。清晨的阳光照进我心里，呼吸着雨后的空气，他拿着一个公文包对着我说了声谢谢你，因为我刚才毫不犹豫把唯一的共享单车让给他骑。他看着我说，哎，你好熟悉，昨天让车给我的好像也是你。对，因为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我不想去公司改 PPT。 大哥你别磨叽，你赶紧骑，明天后天都让给你。进来，音乐能顶上去。起来，给灯了，音乐可以顶上去。转眼来到晚上10点半，我主动留下来再加班，我开心的坐着 PTT， 保洁阿姨都有点着急，她说小伙子怎么这么努力，因为我不想回家陪女朋友，陪她看脑残的偶像剧。阿姨我宁愿陪着你，阿姨一会儿我送你回去。完了，我被淘汰了。上周我见了女朋友的爸妈，第一次见面我不能搞砸，我带他们去了最好的川菜馆，因为听说他们不能吃辣。我不想结婚，我不想结婚，
我不想这么快就安静下来。服务员，加盘菜，辣子鸡，不要子鸡。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世上无难事，只要会逃避。昨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来上海看我了，让我去车站接接他，不想去，没借口，没办法。我问我爸，你几点到啊？我爸说他没来上海啊，他只是不想在家陪我妈，不想再听我妈唠叨了。他说他就住在朋友家打麻将呢，挂了。我一直在想办法逃避，还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包括今天上台我都有很大的压力。我特别害怕我自己把吉他弹错音，所以我早上特意去了趟录音棚。我不想弹吉他，我害怕弹错音。咱们大张伟和李云迪，我玩什么乐器？啊，我又开心又难受。生活就是有很多问题让你下意识的想逃避，哪怕只是暂时的想办法不面对去逃避。昨天我反省我自己，对着镜子站在厕所里，我不停地告诉我自己要改变，去面对，别逃避。我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就看不见屋里的垃圾，我不想下楼倒垃圾。好，谢谢。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冕，你们好，你们好。聊遗憾是吧？哎，其实每个人生都有点遗憾。我刚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跟我妈聊了一下，我妈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生我生得有点早。就是如果我能晚出生几年，他就能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市场上还没有来自新西兰营养满满的蓝河绵羊奶粉，天然乳干是牛奶的 1.5 倍，我早喝着不至于这么矮。好了，聊正事了啊，今天主题是遗憾。唉，其实人生中很多遗憾，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然后你会为此难过后悔很久很久。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你会怎么选？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你会怎么选择？你还会嫁给他吗？还会背井离乡吗？这一生最让你后悔的是哪一个选择？如果你问我，那我就会说，我昨天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他们毁了一个美少年。我就不该去冒这个险，就因为新店酬宾便宜点，是不是人生就无法避免碰上几个错误的理发店？
当然人生中还有很多更值得我遗憾的事儿。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你会怎么选择？你还会错过他吗？还会选择放手吗？如果我当时有挽留我的前女友，亲爱的别走好吗？我们就不会分手了，但他现在也会离开我，因为我昨天去了那家理发店，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我只说了一句短一点，他就推掉了我的美人尖。他还有脸让我办会员，让我下次再来找他钱。我前女友昨天约我见面，我都说相见不如怀念。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你会怎么选择？还会坚持这份工作吗？哪怕有人质疑你，你会不会剪头发？你是否也感到后悔过，把爱好变成工作？是不是小时候给奶奶梳头，奶奶夸你梳得真不错？我现在真的不想做脱口秀了，我想去你们店做发型总监，我就有权利开除店员。你猜猜我想开除哪个店员？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止我不该来这家理发店，你也不该来这家理发店。人生总是有很多让你后悔的选择，眼泪流干了也回不去了，头发总归有一天还是会长回来的，有些遗憾却是一辈子的。你说你如果没坚持梦想，不会负债累累，如今还在漂泊。你说你应该多陪陪父母的，你说你后悔离开家了。你说你，我说大哥你快别说了，你激动的手都抖了。我就不该跟你发誓聊天，我就不该跟你发誓聊天，我只问了一句你干了几年，他就一边痛哭一边给我剪。好，谢谢。一路唱上歌就到决赛了哈。今天主题聊的是起点跟终点，是吧？我脑海中浮现了很多人，我觉得人这一生就是要跟不同的人相遇然后别离，所以今天这首歌我想送给我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这些人。好，谢谢。多希望我是你的男朋友，就会陪在你左右，你负责美丽温柔，脏活累活我承受。可惜我现在并不是你的男朋友，只能眼睁睁看你一个人把五个行李搬下八楼。谁让你昨天跟我分了手，我已经变成你的前男友。你的生活我现在不方便插手，你自己上楼打车自己走，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是所有的分别时刻都要体面的，他都对你不好了，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多希望我还是你的学员，经常给你送礼物，你有事没事喊我一声哎废物。可惜我今天毕业了，一切要结束，
还记得你之前跟我说我能及格，猪都能上树。可教练，我拿到驾照了，猪不仅能上树，还能上高速。我再给你来个倒车入库，压线了难受不？以前我不敢顶撞，现在顶撞你可扛不住。多希望我们还是好兄弟，能一起喝啤酒。每次我们一起踢足球，你总能突破我的防守。可惜我们现在并不是从前的好朋友，因为你不仅抢了我的球，还抢了我的女朋友。你女朋友正在把行李搬下八楼。敢露头，我才知道我们的共同爱好不只是啤酒和足球。你们的生活我现在不方便插手，他自己上楼自己打车走，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我这该死的温柔。不是所有的分别都是体面的，他都对你不好了，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多希望我还是你的租客，今天我却要搬走了。说好了3年不涨房租的，你却说穷鬼那就别住了。我一个人把行李搬下八楼，正好碰上来看房的。我说你是来看803吗？那我不知该不该说。我听说了很多都市传说，这房子挺邪门的。我听之前的租客说，他住进去就倒霉了，他先丢了女朋友，踢球被人抢球了，最离谱的是他那天他倒车入库压线了。算了，就当我没说，住不住你自己选择，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我这该死的温柔。不是所有分别的时刻都要体面的，他都对你不好了，干嘛还要对他客气呢？这世界已痛吻你，你不要报之以歌。这世界已痛吻你，你扇他巴掌啊！谢谢。这是我在这期节目最后唱一首歌了，然后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唱过什么走心的歌曲，都很燥嘛。然后今天最后我希望能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男孩的故事，全在歌里了，好吧。老师音乐好的。1994年，他生在东北的小城市，他长相很普通，命运很平凡。他考上了普通的大学，学着普通的专业，他用吉他唱着不一样的音乐。2017年，他参加了一档综艺，然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他收获了很多粉丝，粉丝都说我爱你爱你毛不易。为什么那年我参加了脱口大会，他却选对了综艺？我恨你我恨你毛不易。
为什么咱们两个人一个在天，一个在静安区？那个东北的男孩，他其实也很幸运，能够带给人欢笑，能够做喜剧。他在脱口秀大会收获了很多粉丝，他的风格与众不同，饱受争议。喜欢他的人都说：“我爱你，我爱你，王建国。”我怎么就没想到谐音梗能那么火？我恨你，我恨你，王建国。为什么咱们两个人，一个在天，一个一米七？很多人都说我不能离开吉他，说我离开吉他就不搞笑了。我现在我就要离开吉他，我好像真不搞笑了，还是抱上吧。妈妈妈妈，我不想做喜剧啦，你看沈腾徐峥全都过劳肥了。爸爸爸爸，我对你没什么说的，我只是提了你老婆，顺便提下你吧。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年纪都大了，其实也没那么大，我只是煽情一下。别给我冠军，我不想拿，因为我今天没背包，奖杯不好拿。结束了，我的朋友啊，大家都在身边，结局就是好的。结束了，我的朋友啊，就算提前到了终点，还能再次出发。我的朋友，再去喝杯酒吧。谢谢。一定是上天对你的捉弄，你怎么想也想不通。为什么比赛结束我还要多唱一首？很抱歉，最多耽误大家几分钟。老板发话，没办法。第三季终于来到了剧中，你看看林校园什么阵容？除了老面孔，又来了沈腾，还有徐峥。哎，你就说这个阵容啊。李诞，你就该下去当普通观众。林校园总是欲擒故纵，还能标准让人头痛，感觉好像故意要把我们选手捉弄。别问，一问就是大局为重，大局观是非常重要。这一季赛制逼我们争斗，观众看完气到发抖，以为残酷淘汰实在不能接受。博洋没有退赛，却早早去旅游。明天我就去买随心飞。这些节目创作真的太折磨，想学杨笠敲门代替创作。脱口秀敲门人，敲开门一看，里面居然是王建国。啥呀？单身的程璐又突然路过。你们不用同情每一个离婚的人。这期节目 CP 真的太多，我怎么想也想不通。你说说杨笠和 Rock， 我勉强还能接受，但是呼兰和周奇墨，是男人你就站出来，呼兰，没问题。我还是回去可我的血亲王建国。
个小破节目越做越成功，其实还是要多感谢观众。希望明年迎来第四季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在片尾曲里重逢，期待我们下次的重逢。 The show must go on、yeah! 我们下一季再见。下班了，下班了，朋友们下班了，拜拜拜拜，下班了下班了。嗨，大家好，王冕。报应啊，也我接不住那一天，这太狠了，我根本没有想怎么吐槽别人，我只想怎么拉票了。算了，咱们直接来吧。朋友们，我知道你们现在肯定很纠结，对不对？每个队都有自己喜欢的演员，很害怕他们走了之后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不用害怕，把票投给我们队，你喜欢谁我给你演不就完了吗？不同的风格实在让你很难去取舍，投给我们准没错，其他的就交给我。你喜欢胡兰，不是非要把他留下来，就算他被淘汰，只要有我在。不就这么演吗？像这么跟你演呗，投票啊，投票啊。你喜欢易立竞，不是非要把他留下来，你喜欢提问的风格我也能来。你们真的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喜欢。男朋友知道吗？你喜欢大张伟，我也能说话特别快，让你听不清楚反应不过来。胡浪说快吗？啊，刚才是有人叫我吗？听不清算了，走，圆规着转。你喜欢我们队的杨昂利，那你投票啊。就算你喜欢的人我们没请来，只要有我在，他也能在这个舞台来。哎，你们喜欢沈腾吗？喜欢。哎呀妈呀，那也没请我呀。那给王冕投吧。你投票啊。刚才易立竞老师还说什么，说他们走了之后雪国列车就看不到了，是不是？不是，这么旧的 CP 你们看了干嘛？你们不想看点新的吗？想。杨丽，总之我们队很期待收获大家的爱。好，谢谢。来吐槽下王冕，身高长得非常的简约，本来就不高，非站上个台阶，以为大家看不见。这就是爱，这就是爱。那么爱你为什么？王冕回答，因为爱所以爱，死了都要爱。王冕要活下去呀，这是爱的代价。这个真碎。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好，我是哒哒哒哒大张伟的嘴。我特别的欠，特别烦人，我翻来覆去特别碎。
为爱就一个字，你说了很多次，无论哪儿你都能听到我的碎嘴。看窗外的大张伟在电线杆上多嘴，哎你瞧，池塘边的榕树上大张伟声声地叫着夏天。哇哇，大老师最喜欢的歌啊是突然很想你，因为他的嘴怕空气突然安静。大老师你太聒噪了，能不能安静一点？哎呀，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你控制不了自己，我给你介绍管药好不好？什么药？一粒镜，只吃一粒就安静，吃完就变一粒镜。什么？是说吃完一粒就安静，你已经变成一粒镜了对吗？当然，我现在就是一粒镜。怪不得现在你严肃的容貌如此的僵硬，简直就是僵硬容啊。哇，好的，等一下，那么咱们既然我们的伊丽静老师已经到现场了，现在我要献上她一首歌，大家看好了，来。开心的伊丽静是这样，高兴的伊丽静也是这样，中奖的伊丽静，热恋的伊丽静，你也想拥有这样的表情，拿起电话赶快预约。你们是否一样像他一样遇事波澜不清，没有任何感情？那就赶快订购伊丽静吧，一粒就安静。伊丽静，我们都用伊丽静。小刚老师也可以治治你的脾气好吗？暴脾气，好嘞。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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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咨询一下哦。你要咨询什么？就你这个药，它可以治疗油腻的表情吗？我是汪大东哦。你讲话很机车呢。啊？你为什么要刺他？你不是因为油腻又翻红了吗？你应该感谢他，感恩的心，感谢油腻。我想跟我的粉丝说，我跟你说，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其实生活中啊，处处都离不开我汪大东哦。没有错。生活要想变轻松，处处离不开大东。炒菜要想味香浓，锅里必须放大东。汽车一路向前冲，九二大东来一声。素描直接变油画，因为模特是大东。购物要想多省钱，快找客户要大东。哎，我问一下哦，我多买几个可以用大东吗？什么意思啊？因为他包邮，包邮，包邮。什么玩意儿？那么本店多买几盒可以大东哦。这里再插播一条广告：海天火锅艾特米火锅底料，随时随地吃遍世界风味，新疆番茄和川渝牛油，哎，两个起也大东哦。哦，那么咱们油腻半天了，哎，现在稍微走点心，我们来给各位真的。太闹了，是不是？太吵了，太吵了。我们给各位走点心，好吗？大家背上吉他吧，好吧。背上我们的吉他，好吗？这是最新研制的隐形吉他。走点心，走走心。在我爸爸的眼里，我聪明又伶俐；在妈妈的眼里，我永远是第一。在大家的眼里，我们特别的帅气，但在杨洋里的眼里，我们就是
垃圾。我很普通，但我很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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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自信。杨丽，听到没有？这就是男性的呼声。我就不理解为啥没有人跟他还说他。你这蛋壳，大哥你想什么？看见证一下真正的 diss 好不好？说上来一段真正的 diss。硬，杨丽，听好了，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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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你说男人我怎么会遗忘？今天我要用说唱让你绝望，接下来就让你感受我的能量。大张伟，你先上。我上，凭什么我上？杨丽，我不怕你，你别太嚣张。我早就准备好了大招，但会退的。我的大招就是身边这位武大郎啊！大张伟，你真软弱。杨丽到底有什么好怕的？今天就把杨丽说过的话好好过过，给他过过，给他过过。你说的是杨过？没错。那我们聊一下李若彤吧。救命啊！姑姑，好久不见，你还记得过儿吗？今天过儿要给你弹吉他，但是过儿只有一只手，该怎么弹呢？没关系，两个过儿就有办法。姑姑，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姑姑好久不见，过儿想你啦。姑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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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呀，这还是姑姑吗？肌肉练得那么大，我看着只害怕。哎呀妈呀，听说你还单身吗？接受姐弟恋吗？我有个朋友九十八。哎呀妈呀，这还是姑姑吗？这当然是姑姑了，除了姑姑演过啥？哎呀妈呀，我的吐槽吐完了，非常感谢大家。最后还有一句话，姑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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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拜。我是王冕。哎，他们就都开始唱歌了、啊、就是你看这个吐槽大会被我俩已经搅和成什么样了。对，我觉得最终这个颁名次的有可能是洪涛老师说出来啊。所有人全唱歌了，都没劲了，都玩过了，这总决赛了，正经演一次好不好？咱俩今天就这一次，我们两个绝对不唱歌。
老师。哎，我发现刚才就是所有人都很嗨，都燥起来了，是吧？对。但是唯独丁太升老师他在那儿，哎，看，啊，纹丝不动。纹丝不动，人家是专业乐评毒舌啊，想让他动起来，只能用一种音乐。哎，哎，造人怎么拿筐啊？哎，你拿个笛子干嘛呀？哎，毒舌动起来啊！太升毒舌舞。没有瑕疵，停不下来呀、啊！停不下来，你听爸爸的歌啊！哟，穿我的新衣，我的新衣，空洞，无聊，造作，僵硬，麒麟被抛弃，没鸟了，有我。就感觉杨康杨老师笑那么开心，就仿佛已然忘记了今天就压根没有请来郭麒麟坐在了助演。对，你忘了前两天你给郭麒麟打电话，我听说人家是怎么拒绝他的吗？我听说杨和江老师还特意为郭麒麟写了首歌，叫做《麒麟去哪儿》。麒麟，你会唱小星星吗？不会呀，但我会接活呀。哎，我这儿正好有个活，你帮我当助演好不好？不去不去就不去，我太红了，你根本请不起。你有跑调啊？我当然有跑调了啊！麒麟，你快回来呀！麒麟，麒麟，你要去哪儿、啊？缺德了，我怎么踹？我不去。麒麟，麒麟，你要去哪里呀？我能够去的地方可多啦。哦，真的吗？台戏、综艺，全都不带你。我留在小虎当编剧。哎，贺强。那个破地方不能留啊，我还是会回来找你的，我唱首歌哄你开心好不好？你要唱歌啊？好啊。别气别气别生气，麒麟你又跑掉了。哦，来活了，我当然要跑掉了。来，你跑掉了。啊，回来呀。啊，你真可爱。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你说我们能用这个形式成团继续为大家带来欢乐吗？但如果今天你不是投票第一名，怎么配得上跟我这个冠军一起玩啊？我懂了，李冕，谢谢你的提醒，从现在起我叫李伟。我知道在这一季有些人觉得我在瞎胡闹，但是我只想给大家带来最单纯的快乐。那么这种最单纯的快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起坐旋转木马一样。这是舞台剧，你不懂。哎，大老师，咱俩都骑上了最心爱的琴，要不然唱一首齐秦的歌吧。太无聊了，要了命。想问飘你在哪里？请看看你的投票器，现在摁下去，马上摁下去，摁下去舒服，就像在做足底。他没摁投票器，反正咱俩也不着急。按呢？按了吗？按了吗？有人没按吗？按了，都按了，都按了，是不是？按了，按了。好，那咱们来吧。我就谢谢你，我就谢谢你，谢谢你。
常啊，专业歌手吧，你知道因为很多奇迹是要现在我还能接着唱，你听你听，哎呀我真的想回家回家啊，专业歌手真是不一样，现在好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唱半天干嘛呢，是不是我们最终啊只想跟大家说一句，我爱你。